我的 R 是 bug 是不是？露露不行了。我跟你讲，其实我的瑟雷斯也很强，勾十次。我跟你讲，那个命中率真的没在改，勾十次哦，听好，勾十次哦，只会中一次。很秘密，一直喷，狂喷，猛喷。你们好像我们张国称他全一样。错啊！我怎么都不知道我自己绑错了。然后重点是夜曲没有跟我说为什么我绑他。还没有插错人过哎、欸，我等一下回去看回放，我等一下这场打完，我们看一下那个回放。我如果真的插错人，那就不是我的问题，那就是我的问题嘛。那如果是系统的问题，那就不能怪我了。给我！
哎，我好尴尬哦，它飞进去，我又要把它拉回来。这把输在我查输了。我也不是哦，我很好奇到底为什么会插到夜曲哦。我看一下一开始我为什么会插到夜曲。插出来，别靠腰哦！快选夜曲再插一插，可以。完了，我觉得我用克里斯达创造了我这一生的耻辱了。靠背，刚刚听朋友说烟儿插夜曲好酷，赶快来看。啊，我不行了，你们不要追我，不要来这件事追我。我刚刚去买东西，听到公园阿伯说烟儿插夜曲，啊，完了！你们怎么可以拿这件事嘴我啊？你们忘掉这件事好不好？哇哇！哦，不是哦，太屌了！这个居然这是极限勾了，你知不知道？这真的极限嘞！我刚以为那个勾那个 Q 是不会 Q 到的。我不想看聊天室了，我上一场的事情你们嘴到这一场来，不要太过分了，尊重一点。刚我也觉得这件事会不会嘴到明年呢？我的天哪！有个辅助强就是不一样，这辅助精英啊，当然强啊，靠呗！他那个精华，他有他精华蛮多的。不用害怕。我以后不要玩克里斯达了，真的是。曾经克里是我的成名角，我成也克里，败也克里耶，不行了，这太丢脸了。那场什么时候会出？我今天都没有玩过克里斯达啊，没有，怎么会有克里斯达的精华？是你们到底在讲什么啊？我今天没有玩过克里斯达啊，你们是说谁啊？太扯了吧，差错了呢，不可能的事啊！像我这种妹克里斯达，绝对不会犯这种错。你们不要再说什么要插夜曲了啊！我不行了，我被嘴到生活不能自理了。
我是不是 又要再度因为克里斯达成名之类的？哼，这次也可以因为凯莎成名了，我跟你讲。好啊，其实我刚没有想过能中嘛，就想说赌看看。反正我上次赌小龙也没有拿到。我的辅助就直接也没有打算要回来的意思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可以。And 他不见了！哎，刚刚谁说我这场十颗头就订阅我的？欸，我有五连杀欸，可是我有十颗头，然后又有五连杀，是不是该订阅一下了，各位？